求你快停下，这样下去你会神力耗尽神元散尽的，主人。阿姨，主人，雪莲已无生机，求你放弃吧。神力救不了他，我便用我的神元救他。不行，主人，你若祭出，将性命难续啊，主人。主人，阿姨是被我害死的，若是我没有办法让她活着回来，我有什么脸面苟活在这个世界上？已经不在了。